其实我上尾啊几个季节啊，才开始紧张。我老公我写了一本书，有人搞文章讲，就即个过的书吼，过的书不是讲过的书，伊来写过人去对啦。所以我就拜托讲，伊替我的即个案件到效果啊。过的书就哪里出去，肯定是在七八岁年嘞，就想讲。所以迄个伊伫台南，伊伫台北，啊伫台南，叫我去问爱学，有需要对我咨询吼，啊伊处理啦。透早吼十点吼，伊咧二楼吼，迄检测室伫二楼，啊甲我问一个仔吼，啊有需要咧伫啊。啊，问问到中昼，讲好啊，歇睏。啊，咱下晡要去问，即下晡吼，我要一楼问。啊，一楼问问到四五点啊，讲好啊，无你搁小等一下呢。啊，阮就坐一直等。即要等到暗时七点，讲无啊，即摆无要做一楼问，要去底下问，要底下先问。啊，要底下先问问问十分钟，然后宣布讲我有严重的贪污嫌疑。根据法律，我就是现行犯，现行犯就是爱当场逮捕，我就甲你啊，甲来，我系讲等大汉审判的时候，来决定讲我要大汉啊，我就嘛就过了去看一遍，过了看一遍。啊，所以迄个暗开的开啊两三点，过了去对我，伊啊对我。啊，伊啊，甲母啊，呾两三点去办，三点外吼，伊甲要转去医生，我明仔载十点搁再开庭，所以十点过了时，伊搁再甲问一下，搁我拄啊呼呼啊，十二点啊，啊，甲决定讲去甲审判，所以我拄啊去台南看守所伊啊，我食去几分两个月安尼吼，啊，这过了时就。我要做点材料来，看看这样办，这安怎办？这个，这材料是第一次甲访问的时候，而且个检察官带我们检察官不分青红皂白安尼，一个拢在真侪人在咧。啊，到到尾啊，迄个两个月后，国律师就甲提出，普通人关两关四个月，啊，到两个月后来开一个咧延长两个月啊。啊，毋过，伊迄阵律师在场吼，啊，搁律师的资料嘛拢买去，所以迄个时阵啥物款都较无遐用啊，所以搁较麻烦。啊，即两个月后，我即马开始判单后啊，起诉啊，可能是开庭的时阵，即个开庭开单话吼，啊，就是迄个。物理上的团队呢，随时拢打电话来替我讲吼。到上尾啊一天吼，即讲咱起来讲我食青菜吼，嫌伊正淡吼，讲后项迄个几百年吼，啊冲功夫吼，拢有冲得着啦吼。啊，事实上都一个结果。
六冬差不多六冬无做业哦，到尾啊，我发着咧对伊个，即个检察官哦，甲阿番叫我过于滥情啦吼，哎，到时光过来当无咧记哦，甲我写起诉书啦，伊讲我来保证哦，一定是报废。哎，讲但是袂歹饲，啊，所以伊就无咧记哦，甲我写起个。诉讼哦，啊，真正诶，含伊保证诶同款，每一审吼两礼拜就倒转来，所以三审六礼拜吼就结束，啊，我诶案六档就结束诶，所以伊即个庭啊吼，你着知影讲单位事啊，实在是真苦，好吧，我迄个直接过程就讲吼，啊，哦，迄个哦，各老师吼做教授，啊，讲你邀请来演讲哦，我嘛真欢喜，我来去邀请，啊，伊来真啊来，所以，我相信今天